个去年我来这里表演，我其实去年我来的时候不是带来乐团，我是带来我的一个好朋友叫做Samsung，他是我的原住民音乐老师。哇，那个Samsung好厉害，他长得像耶稣，一模一样。一碰到他，耶稣啊，你回来了，好厉害，Samsung。好的，哎，接下来我们换个气氛吧，我们到一个比较 jazz 的气氛，我们来唱一个老歌 ，OK。这首歌很老，但是你们当然跟这首歌很熟，一定有听过，它叫做 Fly Me to the Moon， 又是英文的歌，对不起。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.
好的，谢谢。